我还没准备好。 我还没准备好。
要时间准备。准备好。准备。
又也没有法力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需要时间准备。
备好。先准备。
准备好。
我还没准备好。
要时间准备。准备好。
还没准备好。在城镇里不能这样。精准。
要时间准备。太多东西了。嗯。欸，欧露露他们有玩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谁？我只知道他是阿尔朋友，可是我不爽。哦哦哦。好吧。我有看到你直播啊。哦。那个滑鼠不是男生哦。女生。那你们怎么取一个像男？都是亚三姨，那你就不要被亚三听到，我跟你讲，跟亚三，哇、哦，好爽哦，我被射怪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又会聚，你也会聚，啊，只是你小心一点。哇，别看啊！哇哇哇！痛痛！对啊，看一下这边药水，一瓶也是药。啊哦，这边上面是那个。然后那边在没有尸体的时候，那边吃饱好不好？一点都不专业。我的回能啊！我越满打的越痛哎、欸。主要刚是一堆尸体。没有时间准备。没有，这两个人吗？嗯，这样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很多很多。哦哦哦，我哦哦哦，看这个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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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盾。OK， 有火盾，有火，这就是烂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呜！那我到时候发布影片，你那个数字真的是拽到一个屌子，满屏都是数字。哇，太舒服了，真的。哦，你刚刚那个。你说的那个水炮在后面，我没看到。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没办法。哎，没人管。撑不了多久。撑不了多久。有王没王？我才想说有王没王吧你。哦哦哦哦哦，这个水箭可以。哦，
我们公司，我把那水。小心一点哦，我打水炮。木魔石啊，是那个什么事件哦、喔？对啊，看到没有？好忙哦、喔，忙着逃命啊！哦，那我开个招好了。我靠，我打到没水，我也没水啊！我要死了！啊！还子弹爆！哇，活下来了！还没结束哎、欸，还没结束哎、欸！啊啊啊！我被毒死了！靠边，我刚刚有火盾，我想说没毒了。最后一下是血炮炸之后，在右下角。哦，还有一个更远的哦！我刚刚打爆一个啦，我刚刚有打爆一个，所以在右下角还有一个，我刚没注意。两个人，他会有两个啊，在那个传送门，传送门就不会。看我怪笑，我想说，我原来刚刚，对啊，我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没怪了，没就不放那个火盾，结果哇，打一下子也死。一波就没水，无主啊！哦，有了有了，赢了赢了赢了！打死我！没有，他突然看到血炮，紧张了一下，结果打他没办法秒他。正常啊，正常的、啊。现在能秒他，我就跪了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跪给你看。六十级，我换个装备，我搞不好就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六十级，你有装备就有差喽。对啊，你那个那一堆远古装，六十级才能。对，我是昨天晚上才过来试看看可不可以打得过的。他、啊、之前打的你都没留吗？就没有喜欢我就把我直接拆掉了。哦，没有要的，懂。哦、我想说，上面没有。新鲜的肉，你不知道啊？但你不知道，那不行啊！这打不赢啊！我没水啊！机车，你在我没水的时候冲出，然后这边还他妈的一堆怪，他是不是走？啊，他怎么这么远还勾得到啊？不是哦，不是他刚那个边那边勾得到，没错。看他超会勾的嘞、欸，我不是碰到他，他就来勾得到我。
有，而且他算得很准哦，我火盾结束他才勾我，超准的，我火盾刚好结束他直接勾，我刚好跑，也跑错，那边有一波三只精英，哇，我不也直接杀鬼，红猪，红猪把我干掉了。欸，搞不好你可以单挑哦。啊！好痛哦！搞不好你可以单挑哦。啊！我没水啊！好痛哦！好了。你刚没有看到一堆蜘蛛猫出来？啊？还是你想说你不会死？我想说，我不会死啊！正常来讲，刚刚那样不会死啊。然后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干掉了。我还没准备。那个躲，都整个直接打掉。快杀掉！后面有一颗啊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救你。你来的时候，那个跑来找你的精英，哎，他要回去了。我要回去了。没有，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咬死了。正常来讲是不会被咬死。你在哪？你升级了？你小心那个哦，那个范围很大。OK。耶，我们升级，我干了，掉双手链。你先打，我先看一下装备。嗯，你弄啊，你弄啊。要走这边吧？哦，是吗？哦，我想说这边有一波。我一直忘记孔猪在会在远距离攻击啊！刚刚那一只，难怪我刚刚会死，原来是因为啊！我突然知道，为什么我会死掉。那个不是啊，那个孔猪不是会远距离吗？啊，因为我在 A 的时候，我比较不会去看我的血，然后结果他在远距离一直射我。有没有？你看这样子，哦，牛喂，这样子，哦，我看到，哥，冰冻，好。活了。主要是那远距离那几只虫在射我就算了，妈的，连孔猪也在射，那很痛。右下角，看一下。然后右下角喽，看一下，走，那个有机会出水的都不能放过了。
我原来你走掉。哎！哇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太短了。那个血完全用喷。那个一不留神就被喷掉，哇，太毒了啦！其实要打是可以啊，我刚刚如果没有超跑那么多次就好了。啊，先回家。你进去了吗？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你好了，再进来了。又没闯门。用我闯门哦，赶快找怪。好，不打。还闯过来就死。哇！打死我！我还没准备好。哦，没怪了。哦，你那个蛮帅的啊，那个往前炸的那个一排的，帅的啊！可以去开那个。好像一下，咦，耶，哦，很痛哦！我先说，这是我最讨厌的电光加持。哦，我受不了！哦，养肥天，养肥天啊！哎，靠背，靠背。他附我一个烂地方，靠呗！是附我在门口冲他笑。被一个素人的故事，气死我！光哟，他妈的电光哦！喂，没死、欸，熔火盾都没开，就是电光他那个位置没有出的很急。这边吧，右边吧，哎、欸，都可以。嗯，怎样？因为两边都可以通。哦哦哦哦哦哦哦电塔电塔电塔天天天天天我只是没招而已，就那边一条掰。需要时间准备。奥多，我刚打烂草，妈的，那个刺客冲出来的。我还没准备好。直接活活把他们拔劈死！烂草怎样？烂草啊，出两次那个遇到两次那个啦，那个在刺客啊。
遇到两次哦，啊，抽到两次哦。有啊。啊，你有打到好东西吗？没有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就是打到什么远古正常跳装。没有打到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就是出前往野系深渊。你跑好快啊，能跑那么快，比较短。又穿那个加跑步啊。他跑步。对啊，他鞋子不是有的加跑速。嗯，哦，你、我没有，我的鞋子都没有跑速，可怜。哇！我还没准备好。记一下，走了。那，换我点装，在下面。职业伤害啊！这个画面好刺眼啊！我操！然后我的那个回来会有那个震荡波啊！哦，这样子闪电球，整个荧幕就在那边一直闪。哎，还好你没有，你看不到我爆出去的数字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我的数字你就知道了，那个数字密密麻麻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我打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只可以怪到你死了。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不会站在他前面打，所以我的数字是爆在荧幕外面，所以我看不到那个数字。电光！哦，电光！哦，电光还好。我还没准备好。
但这球可是让我玩出了新天地啊，知道吗？嗯，那你一开始没有玩那个流派？没有啊。好，那超痒。出来啦，出来啦，兄弟，要在里面。到底要举多久啊？在干嘛？我不是卡 bug 吗？我还一直在那举手。他卡 bug 啦，你。你刚刚没听到那个控场没的声音没出来吗？快看！看比看，看狼趴。我请口。凶。哎，对了，你牙刷怎么消失就消失了？知道啊？你有帮他吗？没有。你可以问他。啊！我去！
时间准备。我跟朋友走散，他们都被杀死了，我一个人撑不了多久的。我还没准备好。需要时间准备，没有法力了。谢谢你，流浪者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没命了。我应该可以自己离开。请收下这个。祝福你。
还没准备。需要时间。
间转
要时间。What the？
Thank you.